即马我要先邀请代表姚志金庙主经理吗？来，请。理事长和各位山友，大家好，不好意思啊，理事长，去年哦，叫我过来讲，才大家拢真熬啊，我过来讲都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会记第一遍，伊迄个咱的派出所的贵宾室，啊，理事长就甲讲讲，哦，啊，你退休啊，哦，啊，若退休的人，上重要就是爱生活正常，观念健康，我感觉讲，诶，理事长安尼讲嘛正对。因为最近我才陪我一个公司，伊退休了，老年，伊的先生嘛台大毕业，啊嘛是做阮的主管，结果伊打电话来话是是咧哭，我咪问讲话你是是安怎安尼啦？伊讲我明仔才开始，我就要等去台北啊，因为吼我这间厝卖掉，啊我嘛离婚啊，我讲哈你离婚？伊讲我七十几岁，我讲你是要哪安尼啦？伊讲因为咧上班的时。医生是是安尼利用假日暗时啊拍麻将，结果退休了后，拢无啥物嗜好，规日嗜好就是拍麻将。啊，伊想讲，哦，林先生啊，即摆拢安尼足无闲个，爱就含一寡朋友拢去退休唱歌，讲一张百五，爱就不时去伫遐。啊，伊有要敲电话甲我讲，我讲迄种长寿我完全无爱安尼。啊，结果伊即摆林先生。一年两年，活到第五年、第六年、一年的年车，啊，伊就发觉讲，咦，他先生嘛脾气较大啊，哦，即摆回来嘛，无啥好物件咧，大细的变，大细的涩，伊心情就讲，咦，奇怪，即摆哪无啥变，啊，伊就想讲，咦，我伫厝我咧，你去遐搬，啊，我伫遮咧唱歌也无啥物唔对啊，一变，伊就想讲去唱歌，啊，我卡唔出来。结果伊先生阁跋脚书，啊，当然伊在讲的是他口气又不好，伊就是讲，咦，那安尼，好，啊，伊又发脾气啊，发脾气，结果拄啊见我一家多，伊嘛无算完安尼，讲也讲，转过来去咔咔咔用一个，插一个，转去上急诊，拄待半个月，啊，伊就甲伊就两姊叫伊两个囝转来讲，讲，安尼毋是办法，恁爸爸即摆钱拢输了，啊，厝嘛打袂掉啊，吼。安尼看你要安怎处理？结果伊迄儿子拄好两个哦，正拄啊好，伊拢去带着吼孤仔囝，啊，搁拢带伫遐食吼，爱着来讲，安尼你要安怎？伊讲妈，你到阮厝来，我甲你讲，爸爸住迄边，啊，你即摆大吼，嘛袂使去阮舅母面遐，因为我拢住伫迄内底，我即摆甲伊洗厝，洗伫阮公司的附近，我则利用时间去甲伊看。啊，伊妈妈是一个胃癌伫化疗的人哦，伊就足艰苦，伊讲，会安尼要安怎？伊讲，无要紧啦，到这地步啊吼，有来处理就好。啊，所以他那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时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吼，伊嘛是真正，既然伊来早来熟悉咱这团大家，也是讲理事长熟悉，就袂发生这个代志。伊就是伊先生啊，一讲，吼，啊，伊就搁变较大声。啊，以前吼，二十年前，伫阮办公厅做阮的主管，伊好像同事长呢。二十年前咯，伊伫门前面拢叫伊先生叫，爸，伊拢叫伊太太叫，什么妈咪啊，妈咪啊。我拢想讲，哦，安那这这前辈都遮好安尼吼。啊，伊太太拢不太理他，我就甲讲，伊那安尼，恁先生对你遮好吼，啊，你那不太理他。伊讲，恁即摆吼，阮住伫宿舍，啊，你那有闲对迄个宿舍过行过？啊！你也看伊半晚在里边吼，你甲听伊，结果拢大细声，内底拢去念三字经，表里不一啦，吼，哦！所以即摆嘛是安尼，很可怜啦。所以我感觉夫妻之间的相处吼，重要是不要计较与比较，哦。啊，先生有时候他怎么样？你像即摆我先生，哈，理事长安尼甲你，伊退出点了，真正我无啥物好念的啦，真的是很好。因为我的家庭吼，生活很简单，啊，我创啥物嘛是拢很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呀、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理事长。